你把小结实送哪去了？我把小结实搁胡同口了。我知道刘嫂的心善，又是老一套。说，你跟丁大头欠下过多少现在？我电车公司的黑名单到底是谁开的？说。我跟丁大头，我跟丁大头是死对头啊！不信你去跟皇上跪他。解放初期，政府把这条扎起来，皇上为了上万民车，要保丁大头，我是死活没签字啊！为这事儿，胡说八道！你跟丁大头是死对头，啊？死对头能把儿媳妇给你？不，你说，你先前那个丈夫是不是跑到台湾去了？啊？瞧你这样，就像个女特务。变戏法的，瞒不过敲锣的。我看不打你啊，你是不说实话，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停了，站住！走，玩去，站住！老街坊们，老街坊们，小脚胡同的老街坊们，老街坊们，说句公道话吧！老街坊们，站住！老街坊们，站住！走，走，走！别打人啊！把他拉走！咋了？这是咋了？老爷，走！干嘛？怎么让你上这儿来了？说句公道话吧，我是当过国民党警察，可公安六条上写着“军政警宪特”，警是指警长以上啊，我是巡长啊，我不够线啊。再者说了，我还救过八路军的孩子的命呢。哎，小样的，吴平，你说，啊，孩子呢？孩子上哪儿去了？孩子我搁刘嫂家门口了。我知道刘嫂心善，必能收养他。我当时胆小啊，而我混蛋呐、啊！我要知道有今儿，我就是八股的脑，我也把他拉扯成人啊！我废话，人呢？人让拍花子的拐走了。对对，小将，兴许就是你给谋害了。不，你是双两户。等等，小结实是让拍花子拐走了。水三亲眼见的，程奶奶也知道这点事儿。你们凭什么要斗吴七呀？小结实确实是让吴七给抱回来的。年头乱，拍花子拐走了，那也是保不齐的事儿啊。毕武枪毙了，得留下口供。就说毕武没招，政府也得单留一份底子。你们把吴七轰走了，他们家里大人孩子可怎么过呢？程奶奶，话可不能这么说。一个救警察救好人的命可能吗？小爹是烈士的后代，丢哪儿了？那自己的亲生儿女怎么没丢啊？哎，皇上，吴七啊，他不光这档子事儿，他还有现行问题。小潘，押走。老街坊们，老街坊们，吴七走了。老街坊们，老街坊们，老街坊们，吴七走了。这是吴兴书社的反革命材料啊，咱们要在会议当中突然的给他抛出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啊。来来来，月是故乡人，乡情悠悠的抓六爷终于有机会在自己的江东父老面前粉墨登场。Thank you.
九钟头那个。我说老六，别再说话了。哎，听见没有？嗯。脸长得像块木头板子，还两头翘楞着，兴许受潮了。那是香咱们累累。嗯。你走。哎。哎，你看人那擦了画的，又规矩又直溜，就像两行翘着的小燕子似的。你瞧你这画的，跟小孩尿炕似的，一片一片的。哎，我说二位，啊，是不是？他画呀，是不是？嗯，就是他讲究的是同幅啊，对，是不是？别说了，您这笔拿的不对路啊。好，嗯，纸笔呢？安静了，安静了，安静了！哎呀，起来了，快点，快点！别说了，一会儿开会了。老实点，动作啊，老实点，得搁在手指头尖上，对，不能跟那刷鞋似的。好了，哎，运笔得讲究中落铺毫，对呀，不能跟那刷顶棚似的，大块大块抹呀。说的，再者说了啊，我跟你说，不是啊，你到底干什么？反正，对过来，哎，好，对过来，低头。老刘啊，这地主阶级的孝子孙，帽子好了。扎宗佑，等着，瞧你画这牌子，画的够多热闹，连起名字都跟人不一样。查宗佑啊，不，不对，不对，不对，扎，扎宗佑，说什么呢？哎，这字儿啊，跟那个卫生绑一块的时候念查，哎，绑在我百家姓里头呢，念扎。嗯，哎，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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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满族人特有的姓啊。嗯，连吃饭的家伙都快让人卸下来了，还有闲心闹这个。打倒打倒扎宗佑！打倒打倒扎宗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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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有文化，哼！我叫你扎，我叫你扎，我叫你大扎枪的扎。这位爷太嚣张了，记打完了没有？啊，这个活打完了怎么着？没打完又怎么着？他这一万六九，整个封建主义。您若是打完喽，请您将你的字赠给我。你干了个好人。啊跟我斗咳嗽！你要他干嘛？告诉我，我给你。我要他，你把他扔到哪儿，我都能把他找回来。让他低头认罪！我要跟我们扎家的祖宗牌位供在一起。我你低头！我你。没骨头，最后我没带劲，怎么办？打倒扎宗佑！你太硬了，老六啊！祖宗也有服软的时候，祖宗也有被人轰的满街跑的时候啊！老六，你亲你哥一回吧啊！大哥。兄弟，这先走一步了啊！先走一步，你要去哪儿啊？人家又没说枪毙你。这是阶级的问题，阶级不同。大哥，老六，把他们拉下去，拉下去，拉下去，拉下去。
把那茶都拉去。走走走走走走走打倒茶都肉打倒茶都肉茶都肉你别太猖狂了过来老六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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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爷，识时务者为俊杰。打倒茶都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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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东佑，你放老实点啊！你的罪行，我们已经全部掌握了。我们有办法打掉你的反革命气节。小芳。多了，你看这个，这都有的，我这人再你想想，有那么小半年行了，多少钱啊？谁呀？啊，这是什么？这是谁呀？啊！回到台上来！走，快走，快走，走，快点，快点，走，滚开，滚开，走，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说吧，南城小八义除了我们知道的七个人，这第八个人是谁呀？嗯？好，那你非让我说出第八个人来，我说。说。是捏人出豹子啊，咱哥们都不知道，他愣知道。容我从头说起，谁也别打断我行吗？好，都依着你慢慢说啊。大伙儿都知道，曲六胆小，谁都怕，这天底下没有我不怕的，谁我都不敢得罪。我家里头无冬立夏，门跟窗户都是关着，我没别的嗜好，就是抽点烟，抽也抽最次的，经济的九分钱一盒。实在闷的时候呢，我也偶尔听听话匣子，可又怕吵了街坊，那话匣子碾得跟蚊子那么大的事儿。老街坊们都知道，我有个姑娘是我前窗的媳妇儿留下来的，58年未婚家巧，孩子跟她后妈撕破了脸，打那儿起呢，孩子就由刘大哥刘嫂一家帮我带着，门也搬出了小井。这些年背着媳妇儿偷着到小姐去看望小妮儿，成了我生活里唯一的盼头。可现在把我这点盼头也刮跑了，我那个媳妇儿头解放当过混事儿，孩子入不了红卫兵，为这小妮儿差点跟我闹翻了脸，老挤得我，你为什么不跟他离婚呢？可我心里说，孩子，你不在我身边，这春喜再走了，我不是更孤单吗？哎，让你上这儿去揭发批判，你倒跑这儿诉苦来了。说，南城小八义那第八个人到底是谁？我是吗？好，哎呀，
知道啊。刘爷，您戳刻的太多了，您忘了我去取我那枚章的时候看见您弄了一个小子。哎，得了，来来来，快，拿着拿着，快。看看，新缠个妞，小姐儿，居委会，周书记。哦，这是我的，你们等等，咬他，压不让咱们好过，谁也别想给我动了，活该，发誓搅浑呐！谁说你没有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啊？啊！你头一回开会，你就嘱咐我们。说咱们好汉做事好汉当，万一哪天想让人给逮着，千万不要把别人给供出来。就这是吧，批了我们这么大功夫了，我们谁要你了是吧？不就是一直想把你给保护下来，以后你在外边好搭救我们吗？没想到你这么经不住考验呢，没怎么着的你就想叛变呢。那回咱们开会在我的小黑屋里头，不是你说的吗，给小谭也是个车子，不管他同意不同意，先把他拉下水再说。六爷，有这回事吗？哎呀，你怎么忘了那天你喝了点酒晚到了两分钟，他还直批评你无组织无纪律呢。六爷，有这事吗？有。对，有啊。咱们这回不能开了，快把人带走。什么，把这箱子收起来。哎，放羊放羊放羊。把人押走，